来这个戒指哦，对您来讲很有意义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我婆婆送给我的。不过当初怎么会想要送这个戒指？有没有一个特别的理由？因为我跟你说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啊，我老公哦，什么牙病都要传照啊，然后我老公干单哦，对，然后也没有买给我任何的，里面是金饼啊，黄金做的饼，哦，还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都没有任何首饰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然后。也没有任何的聘金啊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你娘家很明理耶，我发现都 OK。因为一般有一些娘家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子，说你十二盒饼，你就把我女儿带回家。这我这真的是表示说，女儿真的已经觉得这个人是对的，我就是要跟他凑合凑合啦，凑合凑合凑合，那就会尿先生凑合凑合。这么优秀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廖妈妈，我感觉讲你较早爱着吼，较惨死。对啦，无啦，迄时无点光明灯啦，无点光明灯，无来啊，观音给给了。对哦，像我们这种，我跟你讲，看是娶哪里的人。对，如果像我们这种娶的是台南，台南要一牛车嫁妆哎，哪有一牛车嫁妆哦，连牛车都没看到，但是呢。大品小品，拢爱有啦，哦，迄个数拢爱有够。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十二盒饼把你带回家，这么简单啦。对，所以婆婆觉得对你有亏欠。然后结婚那一天也什么都没带啊。是是。然后，哎，我老公就跟我婆婆说：“你们都不要管了，也不要担心哦。”对。哎，我们就自己把婚事都办得好好的。结果结婚那一天。哎，发现我怎么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好素哦。对，然后所以婆婆很干呐，但这个蛮显眼的，很漂亮。但是对啊，这婆婆给你在结婚的时候就给了吗？就是结婚典礼那一天，后来她就买了这个戒指送给我。是，哎，对，婆婆的心意。小时候突然觉得对这个媳妇有点不好意思，对。但是婆婆买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像三万到五万吧。哦，三到五万。三到五万。几年前结婚，结婚几年了？哦，结婚。这能问吗？一定要问，一定要问，因为我们要算一下当时的物价。二十几年，对，三到五万的一个戒指，婆婆的心意啦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其实心意无价，因为婆婆觉得很辛苦，而且我知道，其实你是不是还当初是跟婆婆一起住？哎，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是跟我公婆一起住。对，你看不简单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公公吃荤，我婆婆吃素。你看。哦，对，这就不好煮两餐处理，煮两边，要对对对。啊，你煮吗？是你煮吗？当然都是我煮啊，谁煮？你看我很不孝，我都是婆婆煮，然后婆婆煮比较好吃。结果嘞，还他们吃得惯吗？你刚刚嫁过去，还 OK 啦，那 OK 的，很 OK 啦，不 OK 也不敢讲啊。我们毕竟十二盒饼就把人家娶回来煮饭了，我能说吗？你看看。那李子他的手，他很巧的手，你看，一定很会做饭。你看这个就是妈妈手哦，所以你看看哈，这个媳妇是很棒，很不错。所以这一个礼物当初买下来，你觉得它的颜色是什么？我就是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它不像翡翠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它有点像，会不会是蓝宝？我不懂哎，我不懂，有一点点，因为它有点绿带又带蓝，哎，对，看不太出来，所以我才很想要问，到底它什么材质？我觉得它不像翡翠，我觉得，我们帮您评估一下，来，请见价，35000元，哎呦，还真的是差不多在那五万，真的，它这上面，它是一个台湾蓝宝石。哦，这是我们叫台湾蓝玉髓。哦，台湾蓝宝石。对，因为它这个表面上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翡翠的架构结构没有。是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在这个折射仪里面，啊，我们看到的它的折射率，嗯，啊，1.55左右。对，哦，这是一个仪器啊，哈，我们刚才鉴定的1.55左右。是。假如今天它是翡翠的话，就会这个会跑到这1.66。哦，不一样，各种不同的宝石，它在折射仪里面表现的折射率是不同的。哦，那这是台湾蓝宝石，那这蓝宝石它有6克拉多，现在行情差不多2000块一克拉这样的东西，因为它哈，这时候旁边你看看哈，这有一点点小瑕疵，难免的，所以它只要今天很又蓝又透，可能就1万多，快2万，这是稍微差一些些。是啊，然后有旁边镶了20颗钻石在 K 金，大约35000块。您现在花这个钱，
可以买得到，是哦，基本上颜色算不错的，而且光泽很好，很亮啊，你看，二十多年还这么亮，对不对啊？旁边镶的钻石不错了啊。婆婆的爱心，婆婆的爱心无价，对，那我们再加10万好了。对媳妇的那种十二合饼，就来我们家有一点亏欠，说实在的，谢谢婆婆。再来最后这两件，为什么我们要一起讲呢？因为其实这个也是跟善心公益有关，对对对对，来你说说。对，因为我长期哈一直都有在救援我们的流浪动物。为什么流浪动物跟戒指有关系啊？对，然后事实上哦，在救援流浪动物，要花很多钱，尤其是有些生病的狗狗啊，哈，然后我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啊，手术啊，要住院啊，对，其实真的要花很多钱，有些流浪动物他们医治的那个药哦。很贵，一颗药的时候就要700-800块。是，那我的朋友知道我长期一直在救援浪浪，让他们一直想要捐钱，我说真的不用，我自己处理就好。但是他们很有爱心，是，就一直想要捐。那他们就说，不然，博士这样子好了，那我有2颗戒指，我也没有在戴，那你帮我鉴价，然后我想要把这2颗戒指我来捐给，捐出来拍卖，对对对对对，救援浪浪，对。你看哦，有钻石戒指，还有这看起来有点像是蛋白石戒指，都很高雅哎。你现在那个救援的部分，有送出去吗？我们会尽最大努力，譬如说找中途安置，然后再找认养，对，后续都会帮他安排。因为我台中的一个朋友也在做这个，然后呢。我也是，只要送一只，我就捐多少钱给他，让他送到美国去。因为一只送到美国去的话，从他的安置，然后安置，对，再认养，他的救护，因为你要把它保养到好，你要看医生，要吃药。对，他一只平均的话大概是93600块。对，真的要花很多钱。我们这2个戒指能不能募到这么多钱？因为大概朋友有没有讲，大概这2个戒指大概落在多少钱上头？你自己有没有先大概评估一下？几万块吧，每一个，一个大概几万块。他们，我朋友真的很有爱心，一直想要捐。分开估才有一个估价的概念，才有拍卖的价格，混在一起，待会我们怎么拍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是是。那老师准备举牌喽。这2个戒指同一个朋友有拥有的吗？还是不同人？不同朋友，大概2万到3万5左右吧。这两个都是，是不是？对，各2万到3万5。对，各2万到3万5，大约是这样。那我们就分开见好了。好，先见这个好不好？是，好。好，来，丽姐来，请。请见价65000元。哇，这朋友是低估自己的戒指，你看看，这个以前不贵，是这个50分的钻石哦 ，G Color V V S One 的哈，以前大约在市面上买的价格，你看这个 K 金都很老式、很老型，以前 K 金又便宜，现在贵了。那在以前这个行情，在珠宝店的话，大约差不多42000到45000可以买得到。这几年钻石慢慢涨，到现在目前来讲，大约65000块，你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戒指。谢谢这位朋友，这个是65000块，六万五斗内了。那这个主石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个是。等一下再说。哎呀，等一下出来才能告诉我们，先卖关子是不是？好，他也是，这个朋友就说大概是2万多到3万左右，哈，自己不太清楚，妈评估一下，请见价。43700元。它是一个澳洲的蛋白石，叫我们叫欧珀，哈。那最主要哈，很特别。怎么说？你的手掂掂看。掂掂看。很重哦，有哎有，它是纯白金的戒台哦，所以这样的工艺比较贵，比较贵。然后蛋白石有4克拉多了，那旁边有6颗钻石哈，那这样的戒指，因为蛋白石，因为这个白金戒指很难做了哈，那蛋白石它也不错，彩盘也很够的。当然你要买这个好的蛋白石，这算好的了，澳洲的哈。对，就是说还有黑蛋白更贵啊，黑色的蛋白石更贵，那这是白蛋白，那 OK 的。彩盘也够，所以差不多43700元。哦，精算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帮浪浪募到10万，好开心，10万多，对，我们可以
对，六万多的流量，对，十万八千多，是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看看朋友的爱心无价，今天也带来了婆婆的爱心，对，孩子媳妇的孝心，我觉得今天李姐非常幸福，很有福报，也恭喜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，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